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首都柏林在盟军的炮火猛烈攻势下，已成了废墟。 柏林防线被突破，德军防御部队损失惨重，已无法阻挡占据优势的苏联红军的强大突击。在坦克的掩护下，成千上万的苏联士兵涌入这座法西斯心脏之城。躲在地下防空洞的柏林市民听到苏军的坦克声，瑟瑟发抖。德军在楼房上埋伏射击，苏军的坦克在狭窄的街道发挥不来优势。士兵冲进楼房，在猛烈的突击下，很快消灭了楼里的德军。 在短暂的交火之后，这支部队被命令防守在这里，防止敌人反扑。士兵们都去搜刮财物，躲在掩体下的老百姓被苏军发现，在苏军的震慑下，女人们只能乖乖走出地面。士兵们在长期战争的压抑下，看到眼前的女人一个个虎视眈眈，女人们不知道这是他们噩梦的开始。苏军攻占柏林后，以战胜者的姿态在破败的柏林街头狂欢，叫喊、抢掠、强暴，以宣泄压抑在心。 心中的仇恨。安娜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记者，受过良好教育，去过多个国家，会说一点俄语。为了讨好苏联人，几个德国男人把藏在防空洞里的女孩献给苏军。然而，面对兽性大发的士兵，旁边的人冷冷地看着，一语,语不发。很快，旁边一个贵妇被士兵抓走。贵妇知道安娜会说俄语，求她帮忙翻译。安娜鼓足勇气前去帮忙说情，贵妇趁机逃了出来。没想到贵妇恩将仇报，直接反锁房门。 把安娜和士兵关在屋内，士兵慢慢靠近，安娜只好假装顺从，骗士兵到偏僻的小黑屋，趁士兵不注意将其反锁在屋里，才得以逃出来。安娜慌张跑出来找苏军的指挥官，希望他能阻止手下的行为。少校安德烈却冷冷地说：“我们的士兵很健康，很干净。”安娜听到这句话，彻底的绝望了，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女人沦为战利品的那一刻，悲剧注定要发生。 在走回防空洞的路上，安娜还是没能逃脱魔掌。黑暗的防空洞里，一名士兵窜出，劫持安娜，强行侵犯。被蹂躏的安娜痛苦不堪，不敢再回防空洞。所幸，一名德国寡妇收留安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苏军的暴行更加疯狂。刚开始还有所顾忌，但好似指挥官的一番话默许了士兵的行为。我们的士兵很健康，很干净。士兵把柏林当成妓院，丝毫没有避讳。这里的女人每天都被蹂躏，有的女人受不了耻辱，选择自杀；想反抗的当场击毙。面对苏军的暴行，活着的人早已经变得麻木。 一个妇女说道：“她昨天打水，遇到一个纳粹军官，对她说：‘你们为何能如此幸运？如果俄国人像我们过去四年那样对待苏联人，在不远的将来，德国就再也没有活人。’所有人都沉默了。德国纳粹犯下的罪行，妇女们成为替罪羊。突然，楼下传来苏军的撞门声，人们纷纷躲藏。在接下来的几天，这栋楼的女人无人能幸免，不仅是年轻漂亮的女孩，甚至年龄大的也不能幸免于难。男人眼睁。 铮铮看着妻子被奸害，却不敢反抗。安娜又被一个士兵报复性的羞辱。事后，他想把自己洗干净，但身体可以洗干净，内心的屈辱却永远无法消除。当他离开房间后，又有一名士兵闯进来，新一轮的折磨又开始了。安娜再也忍受不了被羞辱的日子，于是再次找到指挥官安德烈。安娜说她的房子被占领了，很多女人被羞辱了。但是安德烈却不以为然，仅仅说了一句话：“不要怕，那只是仅仅。” 仅几分钟的事情，安娜听后彻底麻木了。安德烈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德军入侵苏联，他的家乡时屠杀了所有女人、孩子，还残忍地虐待他们的尸体。他的妻子也惨死在德国人之手。相比起德军的残忍，手下的行为简直不值一提。为了避免再被羞辱，安娜想到了另一种办法：主动去勾搭高级军官，用自己的特殊服务做他们的情妇，交换高级军官的庇护。安娜开始。 游走在这些军官中，强迫自己去讨好这些人。很快，他就勾搭上一名军官，但是这个军官仅仅是想找他发泄欲望，从来不给他任何实质性的保护。每次完事后，提起裤子就走人。妇女走在废墟中，被随意射杀。安娜看着街边受辱的同胞，她不再有想帮忙的念想。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想活着，等到丈夫回来。苏联士兵的暴行依旧继续，强暴的行为每天都在发生。这天。 见他的房里进来一位少校，正是指挥官安德烈。安娜看了看他，面无表情的走进卧室，然后熟练的开始脱去衣服。安德烈看着眼前的一幕，沉默了，并没有侵犯安娜，而是转身离开了房间。晚上在篝火旁，一名士兵拿着抢来的珠宝炫耀着今天强暴了几个德国女人。少校看着失控的士兵，想起了妻子的遭遇，突然觉得此时的苏联跟纳粹还有什么区别？第二天，少校跟士兵带着食物来到安娜住处。 房间里的德国寡妇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最近获得最好的食物。他们正在和军官们喝酒畅谈，突然楼下苏军撞门闯入搜查。原来，在他们的阁楼还住着一对年轻的情侣，男人是名纳粹逃兵，为了给女人找吃的东西，拿着手枪偷了苏联军队的食物，被苏军发现了。士兵们才来到这里搜查。关键时刻，少校站出来阻止了士兵们施暴，但士兵以搜查为由不听少校的命令，少校下去将士。 并暴揍一顿。少校的举动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更是为了保护安娜，并且还告诉楼里的人，谁也不能私藏带有武器的人，如果被他发现，就会被枪毙。有了少校的保护，这栋楼迎来了短暂的安定。少校和安娜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后，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效仿安娜。德国女人找到了保护他们的人，她们不惜一切的想要活下去。虽然做法有些不迟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一九四五年。 四月三十日，希特勒自杀，德军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苏军在欢呼庆祝，女人们等待救援的幻想最终破灭。晚上，女人们被强迫和他们一起庆祝。就在这时，有一个灾难也随之来临。一名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来找安娜发泄。 被少校警卫拦下，士兵不甘，闯上阁楼，发现了藏在阁楼的女孩，正准备对其施暴。这时，暗处躲藏的德国逃兵向苏联士兵开枪，子弹不仅没有打中苏联士兵，还让苏联士兵把他扔下楼摔死了。枪响震惊了居民楼，士兵进来搜查，所有人都走了出来。安娜谎称这栋楼是自己的，窝藏德国士兵是死罪。少校以私藏弹药的罪名处决了女孩。手下对少校强行保下安娜不满，必须想。 上级汇报，少校不管后果，做这一切。这一刻，少校真的爱上了这位柏林女人，哪怕德国人杀死了他的妻子。苏军的狂欢继续进行，楼里的所有人都被迫拉来一起跳舞。德国战败，拯救这些柏林女人的最后希望破灭了。为了活下去，只能强颜欢笑作陪。狂欢过后，少校向安娜表白，问她愿不愿意跟他走。安娜却委婉拒绝了，因为她在等自己的丈夫回来。少校听后。 虽然有些失望，转身离开了，但是安娜紧紧抱住了少校，并用自己的身体感谢对方所做的一切。两人尽情地放纵了自己，一夜的缠绵后，安娜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虽然对方心里都有彼此，但是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很快，少校因为包庇安娜的事情被撤职，带走调查。 而安娜的丈夫成了俘虏，被遣送回了柏林。安娜心情十分复杂，走进房间，把之前自己的遭遇写成的日记拿给丈夫看。她以为丈夫会理解、怜悯自己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丈夫的审判和羞辱。安娜一言不发，她所坚守的一切在此刻化为泡沫。她走出房间，骑上少校送给她的自行车，来到军队指挥所为他送行。安娜走到少校身旁，感谢他这段时间的照顾。两人紧握双手，互。 相道别，安娜面对自己的丈夫，却又不知生活该如何进行下去。两天后，她的丈夫也离开了，安娜独自挣扎在柏林这片土地上，她该如何活下去？柏林的女人影片体现了当年历史里无数的女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缩影。无论再苦再难再屈辱，都咬着牙活下去，生存下去才有希望。在战争里勇敢的活着，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战争实现了男人的梦。 想跟野心，而女人们却在承受屈辱和伤害。再想想看，柏林女人们的痛苦究竟是谁的错？作为观众，既无法单纯的同情柏林女人的无辜，也体会不到苏军报仇雪恨的痛快，内心的复杂无以言说。在看过的众多二战片里，苏军始终是正义方的代表，英勇善战、保家卫国的正面形象。这部《柏林的女人》却彻底颠覆了这种印象。